小姐什么感觉？现在是录影还是？录影。这个部分呢是有国伦老师吗？为我们示范切鸡胸。这是鸭胸。啊，对啊，是鸭胸。抱歉，看到这小姐我就想到鸡胸。现在国伦老师在切的是这个薄片。这边尽量就让没看到脸皮，但是不敢上架。喜欢红吗？今天一起买两个。